温姜汤洗眼步骤。一，准备一个可以刚好贴合眼窝的小杯子或洗眼杯，也可用游泳蛙镜。二，温姜汤装进小杯子或洗眼杯，其温度及浓度以患者能接受为宜。三，微微低下头，将小杯子贴紧眼周，闭眼紧密扣合后再仰头。四，多次眨眼使温姜汤充分浸润眼球。五，洗完后要再清洗另一眼时，需更换新的温姜汤。六，结束后低头，再把杯子取下来，并用干净的毛巾拍干眼皮上的水珠。操作完成。